先回家吧，回家我辅导你，保证你事半功倍。不行，这个得我自己做，多难得的实战经验啊！你起来，妨碍我工作了。我不起。起来。不。好了，输给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去会议室拿资料，就你自己吗？哎，对啊，我昨天拉伸运动，可不都僵硬。那你的嘴是怎么了？口红都花了。啊，那个，啊，我刚吃了一家外卖，特别辣，太辣了。我说怎么一进公司一股味儿？以后在公司。 云舒来，我要出趟差，可能不能和你一起跨年了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视频，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我舍不得你。 我也舍不得你。最近灰怎么这么多？怎么，提前元旦大扫除吗？ 我擦干净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这次去香港注意这几个点，证监会会提出异议。啊，那个我拿路上看，谢谢。这大白天拉着窗帘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俩偷偷摸摸在里面干嘛吗？你就不能装作没看见吗？我是诚心提醒你们，白天要拉开窗帘，门也要打开，办公室八卦。 对不起。